那个要不让从上面下来，他搬不过去，他就踩了他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不如这些，那个办不了事呢。小丁嘴嘴，好小啊！踩的受不了。要点打架吗？那个受不了了。操你妈！踩死我了！踩死我了！那个要上去，那个用脚蹬他脸。你被子熊猫我也不可打。你看他用脚蹬他。起不来，你他压着他起不来。他起不来了。他就跟他纠结一下子。纠结他下班。累坏了。要抓砸屁股。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那一次好可怜呀、啊，好像小婴儿呀，是吧？哎，妈，终于办好事儿了，要不给？这个不会爬，这个吗？嗯，这个腿脚不利索。嗯。那他怎么下来的？而且走爬这么远？爬下来了。小了哈。太小了。才四个月大。那俩。你看，你看他俩是不是跟他较劲儿？这个假的。哎，看那个工作人员要干嘛？喝牛奶了吗？你以为你在烦你？不让他走的。皮肤味要慢多了。那个后面坐了一只，在那坐，哎，这么到处抽竹竿的，那两只在那干嘛？是吧？好恶心，好懒呀，因为工作人员，因为那里吃吃螃蟹吃不饱啊。那是我活了很少。